赞美你们的主啊，美，活生生的灵魂应该赞美上帝的慈爱对人类。一个诗人意识上帝的仁慈和宣布，哦，感谢主，他是好，他的怜悯忍受永远。诗篇118:1，教训，上帝是万物的创造者的生活，他应该得到赞扬他的。人们在所有的时间，幅度的仁慈对我们是难以言表。因此，每一个国家、舌头、部落应该唱歌颂扬他。所有人都应表达自己的感谢，感谢国王，国王和主之主。每个人都应该唱歌赞美和理解他为他所有的善良。事实上，值得的创造者特别提供并感恩节，每一个活生生的人必须提供他质量鼓掌，让活生生的灵魂喊哈利路亚。祷告，亲爱的上帝，多么伟大而美好的你是我的，你把我的爱到成跳舞，和你有我有尊严的生活。你是我的生活的希望，我的赞扬应针对你的圣名，总是如此。我会的赞扬和赞美你的名字之间的活生生的灵魂。我会唱歌跳，大声喊哈利路亚，以你的圣名永远。请给我一颗感恩的心，让你的赞美永远不会离开我嘴。赋予我要称赞你今天、明天和永远的。让天认识我为一个信标的送你的圣名，现在、永远。在耶稣基督的名，让我的请求。阿门。